演员来了。我觉得我们能站在舞台上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。然后，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演出的时候，在之前就说，我跟小林，我们俩上一次在一起演出这么好的兄弟，竟然是6年前。6年前的番茄不简单，我们在一起演，到现在就没有同台了。这次再有机会，我们三个好朋友能站在一起，感谢大家。我知道，谢谢。这个是花了多少钱的钱？今天丽丽又来了，30多个火锅钱。然后我感觉其实跟涛差不多，我现在脑子还有点懵，就是我们四个这么好的关系在一块儿，现在还有点缓不过来，让我再想一想以前发生的那些幸福的事儿。我来重庆，感谢你们来。圣诞节，咱们就过节去了，快快，谢谢。